兄弟姐妹，主来平安！欢迎各位来参加救恩进行教会的福建主日崇拜。今仔日的选条经文记载伫诗篇第五十九篇第十六节。那是我要唱歌哀哭你的快乐，早起时要大声哀哭你的慈爱，因为你捌做我的冠台，伫患难的日做我逃闪的所在。咱来三角祈祷，天父耶和华，你是至高的主，万王的王。今日，阮要来敬拜你，阮要来唱歌哀哭你的名，大声哀哭你的慈爱。若是阮有堕落做唔对的，得罪你的，请你来原谅阮。这时阵，阮要开始崇拜。愿你得到至高的荣耀，阿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帝的听是何等的深，伊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凡事拢有伊来引带，信靠耶和华的人真是有福。人生道路，你来引导。
主的慈爱，达早起活神，你的诚实永远伫咧。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会垂顿你，阿罗哩，咱来阿罗耶和华。主啊，感谢你的恩典，让我得救。我敬拜你，我敬爱你，我要一生献乎你。经文米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人啊，伊捌指示你什么是好，耶和华爱你什么，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三甲行。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顺从伊话语的人。兄弟姊妹平安。请咱大家阿头，再来做一个祈祷。
听阮的主人关于来将这段合适你未过的时间，放伫咧手中，也恳求信心来引导带领开咱的属灵的耳根，只有上帝未过实在真做咱的帮助。安尼款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今日爱甲兄弟姊妹来分享的题目是甲上帝斗阵行，对这弥迦一切来看。弥迦先知是旧约圣经上帝的一位的先知。伊服侍的时阵呢，以色列人乃是活伴一个真正好的一个环境，真正蒙上帝祝福的一个环境。因一切拢真正有好势，伊只徛全问题拢无问题，并且呢上帝也赐予伊有寡的平安，并且无有只争战，有40年的一个时间。所以因做咧，当初以色列人伊徛办第40年内面徛办伫安尼真正舒服的一个环境，蒙上帝祝福的一个环境的时阵呢，依然渐渐亲像咱人来看背弃上帝就离开了上帝，所以因做咧上帝就透过弥迦先知叫因下来爱 goodbye 都得靠上帝一面前。伫弥迦的第6章伫弥迦先知就问了怎一问题。伊讲，咱若是来到上帝面前，来见上帝、敬拜上帝时阵，上帝爱咱献上的是啥物呢？是牛啊、是羊啊，甚至将咱的一个囝，会来献上上帝吗？上帝爱的是一寡物件吗？并毋是，并毋是上帝爱的，毋是一寡的一个物件。所以，上帝爱的是啥物呢？伫弥迦一切这所在，会甲咱讲，上帝爱的是啥物呢？上帝是爱的，就是咱的一个心。爱的就是咱的心，伊甲你讲，上帝，爱向咱所要求的是啥物呢？就是咱会来行公义，咱会好怜悯，有一个怜悯咱的心，并且呢，咱会来谦卑，甲上帝会来去斗阵行。所以，因做兄弟姊妹，上帝爱的就是咱的心，上帝爱的就是咱的心，会来甲上帝的心来同心。上帝爱咱的心，将咱的心完全的会来献乎。天意，并且咧，咱看咧，兄弟姊妹，先祝咧上帝爱咱对咱永久的是什么？就是咱的心，是咱会使来献上的这个心。兄弟姊妹，咱若看咧，有当时咱听咧一寡人去听一个卡拉 OK 一寡人来唱歌的时阵，哇，唱到真正的大声，并且咧，但是伊唱到真正的大声，但是噪音嘛，真正大音是东北的噪音，是真正大的这噪音所以咱兄弟姊妹，咱也是对音乐无一寡的敏感的咱无受到一寡训练的咱过来领受咱无什么的这个一寡的感觉但是兄弟姊妹，若是有一个人伊受过训练的，伊对这音乐是真正会敏感的时阵，伊听这个人。伊唱歌是安尼，可以大声，安尼看你噪音的时阵咧，对伊来讲是真正真正的艰苦。为什么伊会艰苦咧？伊艰苦毋是单单因为这个人唱了无好听，这个人唱了真正会噪音，乃是因为因为这个人伊会知影，这些歌是实在真正会水，若是咱会使唱了对，唱得真正好势咧，这首的诗歌是真正真正会水，但是这个人哇唱了安尼款的噪音，所以将伊的真正水的歌变做真正会歹。所以兄弟姊妹，这弥迦先知伊就是我的款的经历，伊会知影上帝，伊的百姓，伊是计伊的心，是怎样的一个心，伊也祝福伊的百姓。但是咧，这弥迦先知伊也会知影这以色列人咧伊怎样咧，伊的心无好因未记上帝，因远远的离开上帝，所以因出咧，上帝就透过弥迦先知，叫传的以色列人来悔改，都登到上帝的这个面前。所以因出兄弟姊妹，咱看到上帝透过弥迦先知，甲因讲的就是咧，上帝爱的有诶，就是。咱有一个行公义的一心，咱有好怜悯咱的一心，咱会使甲上帝斗阵行的一个心。所以，因做你因当安尼看讲的时阵，咱就即使你甲甲人讲你会了解上帝的一个心意。上帝听咱，上帝爱祝福咱。但是咧，因做咧，咱个人爱甲上帝有一个真正正确的一个环境，咱就爱行怜悯是行公义、好怜悯，甲上帝会来去斗阵行。即所在的话，咱只要谦卑
本君甲你诶神斗阵行，今日即个话，圣经毋是单单讲谦卑甲你诶神斗阵行，伊呾谦卑本君诶甲你诶神斗阵行，即你意思甲咱讲，迄是真正个人诶一个代志，因此咧就甲咱讲，咱个人啊甲上帝保持一个真正密切诶关系，咱对上帝诶一个明白，毋是单单头脑，意识因方面诶明白，乃是一个生命。诶，一个明白，咱也是爱甲上帝斗阵行，咱爱甲上帝有真正亲密关系，咱爱明白上帝。你看着兄弟姊妹，咱无讲会来，甲一款咱未捌诶人，会来去做阵行是无？咱也是爱甲一个人做阵行，咱就爱怎样会来捌一个人。但有兄弟姊妹，咱也是爱甲上帝斗阵行，咱爱明白即位诶上帝。真像吼，上帝未过来甲恁看，两个人若是无同心，怎样会来？会来去当行咧，所以因做兄弟姊妹，等咱讲咱甲上帝斗阵行诶时阵，是关系到咱诶心，咱诶心甲上帝诶心，啊，咱爱甲上帝保持真正好、真正水诶一个一个关系。一家咧互一个牧师，吼，伊伫一个共产党诶一个国家来服侍主诶，所以因做有摆，伊比例。跪拜加罗的所在，设伫内边咧吼，伊就无变敬拜主，伊无变基督，无变来读圣经吼。所以因做咧啊，是牧师跪啊加罗内边的时阵咧，即加罗的人就负责逐个人伫内边爱有一个工作，所以伊行即牧师在做是工作，是一真正无好的一工作。咱无需要做一个工作，就是爱去拼赛，是吧？爱去拼一个人的一个代表，吼，每一只只牧师咧，就爱抽出人的出来代表，吼，去到外口的一个所在，将伊导遍，吼，代表啊，多半伊的所在。大家咱无需要做一个代志，但是兄弟姊妹，这牧师咧，真需要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咱看到伊那是跟这代表的时阵，哇，出来兵啊！无爱亲近伊吼，无爱来看伊哦，所以讲远远的来看伊啦，无爱亲近伊啦。但是因主的话，无人亲近的时阵呢，这个牧师会使在伊的所在大声会来呼噜上帝，大声嗯主会来去祈祷。所以的话，就虽然伊是安尼看的环境，但是伊甲主保持了真正水、真正亲密的一个关系。看你这边，这就是咱大家基督徒爱过的一个生活。伫伫日咱诶生活诶中间，无论伊一日是普通诶一日，伊一日是拄着真侪诶问题诶一日，而且伊一日是充满着真侪会使感恩诶一日。遐日即逐日咧，咱拢爱甲上帝斗阵行，咱爱甲上帝保持美好诶关系，咱逐日咧拢爱较亲近一点，会来明白即位诶上帝，咱爱来顺从伊，并且会来过一个伊所喜悦诶一个生活。所以关注班长咱。实在话，咱会来对今年会开始，咱会祈祷就是做班长，咱逐达志拢甲恁斗阵行，请咱祈祷。听管理主，感谢你话句，感谢你提醒，感谢你接着你话句，甲咱讲到你的心意。你说爱，咱爱要求的是什么？就是将咱的心来献叫，献献你，叫咱的心会来顺从你，叫咱会来逐达志甲你斗阵行，做你的知影来软弱，关注用你听。常常会吸引人来到你面前，单单只咱甲你保持美好的关系。感谢主，听咱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这里愿上帝来祝福，咱每一位听到的兄弟姊妹平安。用光耶稣，我被。
比如说咱在这时阵，也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为着因来祝福，愿耶和华保护恁脱离一切的灾害，愿耶和华保护你的性命，日出日入，耶和华拢爱保护你，对祂祈祷永永远远，阿门。祝你平安，我们后期再聚会。